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视频是 GPT 文三玩这个《生化危机8》啊，然后这边是个游戏设置啊，这个版本的存档和 Steam 版本是不一样的，稍后我会把存档文件放在评论区，如果设置中有卡死的话，直接删除掉配置文件就可以了。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这个参考来设置。然后是电源设置啊，这边试玩的话会用这个中高性能啊。游戏存档位置和资源我会放在评论区，懂的小伙伴欢迎下载。他怎么样？睡得很熟，就像个婴儿。这书居然能吃，真小啊！是什么？哎，别碰了，先生。这是蔬菜肉丁酸浓汤，是一道本地菜。好好。你已经变成本地人了。嗯，还有本地。不过要是你整晚上都闹情绪，就没你的份了。你真的没必要再担心了。只是在路易斯安那找到你，怀孕 ，Chris 让我们搬家，军事训练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是吧？是，可至少我们在一起。你、我、Rose。这边是。换了第二新的驱动啊，不是用的不是9667啊，9667之前马上会跳出，所以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最合适的驱动。这边有火爆，是有人在这吗？哦，这不是绿草吗？不让拿血。这布这么硬的，哦，吸收水。混蛋！嗯，被锁住了。是没有路了。我靠！打开！不对，我不，不是敌人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没人。我遇到了车祸，在路上。生化危机的一般来说，活的人活不过五分钟。他们要来了，谁要来？你说的是什么？有枪吗？什么？告诉我你有枪。没有，要枪干嘛？只能给你这个了，拿着，快拿着。这边后面的画面有点血腥啊，这边就不再继续放送了。喜欢的朋友一键三连，这边会提供更多的优化和游戏资源，包括模拟器。谢谢大家。操，散弹枪没了。